大家好啊，我们说太乙法术啊，实际上就是奇门法术，就是三世合一。那么他们一个落阴了，我们这里是讲不了的，那个必须面授的，因为在网上我们不可能讲这个落阴的，因为讲符咒现在都是限制。所以说发图片了。都不敢发，所以说现在呢，就是说，对于这方面呢，查的比较严。那么我们光说一下这个三师法术啊，三师法术具体的怎么做法。我们说不懂太乙了，就不称为奇门法术啊，也称为法术奇门。那么在奇门中，大家都知道六加六丁，六加六丁啊。六加六丁，六加六丁了啊，这是兵马啊，就是说它是办事的一些兵马啊。我们说啊，知福啊，比如说这个局发了个加薪庚，那么这个是谁管着他的兵马，谁带队的？他是兵马，奇门他这是兵马行使，具体发号施令的还不是他。你发号施令的啊，是太乙十六星，是天上的这个星星，它才能发号施令，就是说它才能有能量来发号施令，干什么干什么。那么连接的了，连接这个神呢叫监神，监神。还有了，还有了，就是一个星团叫二十八星宿，二十八星宿。像这样来讲，我们就是说法术奇门它有四层的能量，第一个是六加六丁，六加六丁，那么还有一个什么二十八星宿，是不是星宿分布二十八星宿？那么还有一个十六监神，还有一个太乙十六星，一共这四层能量。大家不要急，我们慢慢的把这个说清楚啊，说清楚。六加六丁了，基本上大家都熟悉了。我们说一看他这个加申庚，对不对？加申庚，那么他这个就是六加六庚值班的神啊，他是值班的神。他有角啊，他有咒，他有符，是不是？我发给你们了，你们要保存好啊，保存好。一等空间可能被清理的时候了，你们不要再问，就是说这有可能被清理。我发给你们的时候了，你们要保存好。先说一下第一层，叫六加六丁，六加六丁它是行死之神，兵马嘛，我们兵马我们指挥不了，懂吗？你说我现在有好多教奇门法术的，说一掐住就要一念咒，这个兵马来了，他来不了，你指挥不了，征谁指挥啊？天上的这些神将啊，才意思才能驱使他们办事，他是太乙神啊，他为天，奇门为地嘛，流人为人，他是一层套一层的。并不是我们想象的，一掐诀一念咒这些，六加六丁来了，有好多在练六加六丁的，是不是？不啦，这个啦要慢慢的来。这个符啦，
他在干什么了？第一样啊，我们要护体。这个时候，我们首先要保护自己，不做了也不能伤了自己，对不对？这里做法，都要先护体，因为这个不是闹着玩的，是不是？你要借天地之能量，我们要护体。护体有什么？用贵人，叫天衣贵人。天衣贵人了，那么我们有一个甲午庚牛羊一级属狐相，就是一个天人贵人角。贵人呢是护体的，在古代了做法的时候，一边一个童男，一边一个童女，童男就是阳贵人，童女就是阴贵人，一边站一个来护法，叫童男童女啊，在古代，这样就伤不了。那么为什么每个仙人旁边都有童子啊？这个童子他要挑的，他要挑属相的。那么我们当我们人做法的时候啦，第一个，你最好是让府主啦去找一个阳贵人，找一个阴贵人过来。找谁的？以谁的年命为主啊？以这个，我们说，以这个，做法人呢？那么以年命找。以年命找，以日干找也可以啊，一般以年命，比如说六星风马虎啊，可以的，是一个你的新年命的，找一个属马属虎的。你是日干，以日干找也可以啊，一个年贵一个日贵嘛，都可以的啊。你要找一个贵人出来，一个男一个女的，那么你找童男童女现在不好找了。还有一个什么办法，就画这个符，这人啊，一边一个人拿着这个符，如果没有人了，你在坛的左边放一个阳贵，右边放一个阴贵人符，放两道符，这叫护体的啊，这第一步应该知道。大家看啊，你要以这个先看看奇门局它的六甲六丁是哪一个，你把它的六甲六丁符一定要画下来。然后它的表文要写下来，要舌坛表文要写下来，这些都是我们要准备的。奇门这里了基本就这些。那么我们上坛是不是啊？上坛的时候，可以放上我们祖师像，你放上弼马兔也可以啊。学过面兽的，我们都有弼马兔，啊，学过面兽的都有弼马兔啊。没有面兽过的，那么呢，你可以联系助理请一个啊。不做法没事啊，不做法没事。这个呢？最好是面上过之后你再做这个奇门，我们用这些。那么再说大辽人，大辽人用的什么是药酱啊，药酱。你看你拿一个药酱，药酱所对应的二十八星宿是哪一个，一定要摆一个阵，这个阵了啊是很重要的啊。二十八宿阵，要摆一个阵出来。
来看图啊，他有这个一个越将，12个越将，分别带着，这28宿，比如说子带着女、戌、未这3宿，啊，还有斗牛，啊，这些都带着，但是做法的时间不同，做法的时间不同啊，我们用的星宿不同，比如说。这个月将是子了，你不可能用这3个，我们要择一个啊。你是什么时间做，你就对应哪个图，你就摆哪个阵。但是这个大有人他还有一个标文啊，摆这个，要念到一个标文，摆这个28星宿的时候。你设上坛，摆上28星宿阵，啊，然后呢，才是太乙，啊，才是太乙。这个是剑神符啊，剑神符都是一样的，但是里面的字是剑神要换一下，你用哪个剑神换哪一个，这个符的画法啦，大家要练一练，我给大家了。啊，把步骤说一下。大家这样都自用啊，千万不要老爱传出去，因为传出去了，因为现在呢不允许做这个，就是说大家呢做这个一定要相很相信的人，就才能去给他做这个，不然的话他要说你做什么迷信了，他说你都不行啊。所以说要问你在哪里学的，你就说哎呀在淘宝上买的，就是说的就是乱七八糟，在网上学的就行了。可以说在淘宝上买资料学的也可以，就是一个爱好啊，自己爱好，不是给别人做啊，不给别人做就自己爱好，自己练练自己爱好就行了。这个画法呢，就是画一个，先画一个圆，打上3清勾，然后再画一个椭圆里边，画上这个角，然后涂黑它，然后一步一步的你要练啊，看我给你教给你练，把这个符画出来，这叫16剑神符。这个剑神是干什么？它是很重要的啊，它是传递信息，就是说，只有它才能把。天上的和地下的和人啊联系起来，没有他是联系不了的啊。还有一个咒语，把这个剑神的名字符给咒都一样，换一下就可以了。
你先把成语先记好的，回来我再给大家再说怎么做。然后不太易了，太易常用的，这个要写下来，要念。这个一共14个啊，我们常用的一共14个啊，就这个啊，原始法术的框架就这么多啊，框架的基础就这些。神符必须有一个印啊，必须有一个印，这个印是传承的一个印。那么大家呢面授的做也可以，你这样回去做也行，得有这个印啊，加持印。这个印了我们是这样的，这个印了加邮寄费加工本费是100块钱，那么这个我们不卖啊，多少钱就是我们不卖，100块钱就给你邮寄过去，但是你要两个是没有，我们是按这个名册来的，你如果要就有啊，要就有，如果这个课结束了基本上就是说就没有了啊，就是说不可能说，也不可能说一人每人都有，你要的嘛有。说你想做这个法术了，你要的可以有啊，你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印了，就是说你不要的了，不需要的，你最好不要去拿这个印。啊，不需要去拿这个印，懂吗？因为这个拍给你们的符我又没有下印，这个印不是瞎下的啊。这个如果这个太乙印下上去，这个符了，它就会动，就是说它要发挥它的能量了。一般人不下印啊。它做法呢就要下这个印，这个就是自在我们个人的一个把握。你要说，哎呀，我想做这个法术了，好了。那么你就要这个印，联系这个助理可以登记一下，是100元这个印啊，联系经验就可以啊。那么就给你邮寄过去，如果你不要最好我们这个就是说坐这里了不是太多啊，不是太多。有人说画这个符有没有步骤什么？
大家画就行了啊，并不是说你怎么画它才管用，懂吗？它不是这样的，它的能量不在于人啊。你说这个你的人就有能量画符就管用了吗？不是的，它是天地三识的能量，你有这个图案就 OK，知道吗？有这个图案啊，它代表一个符号，一个信息符号。我们是用三识的这个能量，啊，是用传承的这个能量，这我们要在祖师爷面前一定要加持的，懂吗？加持个几天的，啊，才可以有一定要沟通这个信息才可以，这要传承一种能量，并不是说你要去修炼了那是，基本上法术啊不是修炼的，是传承的。那么我们对于这个局来做法术的话，第一个它是加深根，加深根六加六顶，对不对？那么我们知道了，我们设一个坛，那么我们设一个坛，你在哪个方位设个坛就可以，懂吗？比如说我们用对宫，你就面朝西，就是说在西方设个坛，你面对着对宫是不是面朝西，就在啊就设个坛就可以了。在哪个宫你就面朝着哪。面做法的法师这个面朝着哪啊？你的供桌就摆在哪边？面朝着哪？先根据你的年命找出你的啊贵人，找两个人一边站一个，坐在一边站一个，一个人呢拿着剑，一个人拿着印啊。你如果说啊。你也可以一边一个人拿着阳符，拿着阴贵人符，阳贵人符。如果没有人了，一边贴一个，放在你坛上左右各一个。护体一定不要忘。然后呢，你摆上贡品，最好是啊有荤有素啊，有荤有素。有我们兵马图的，你可以放上一个兵马图啊，放上一个兵马图。因为在网络课了，不愿意讲这个，所以说大家了一定要理解。那么你放上兵马图，坐了啊，就是身住就行了。就是说你想咋做就咋做，按我说的方法，你就是说你去发挥就行了。那么摆上之后，摆上香炉，我们香炉是叫龙回首香炉，天地人合一，叫天地人神归。点五根香的香炉啊，那么摆好之后，我们要摆一个阵。这个阵有人说，这个阵摆在哪里了？摆个28宿阵，哪个是不是酉啊？你要看月将是酉，你就摆一个酉这个阵，懂吗？你是什么时间做这个法？就选择上午还是下午的28星宿，把这个阵摆下来，用大明用蜡烛。那你这个阵就可以摆到啊这个坛前面啊，就坛前面你要留个空位儿，留个法师站的一个空位儿，做法的一个空位儿，你也可以摆到旁边啊，反正就是说在你做法的这个范围内有一个阵就可以摆上阵啊，该烧标文烧标文，你一定要把这个甲申庚啊给丁亥这两个符画下来。要掐诀念咒，清一下兵马六甲六丁，把它清过来啊！清一下，就念咒掐下诀，哎，就把它清一下。你看你指挥不动它啊，得有剑神来指挥。那么你清它过来了，28星宿啊，它就是一种能量。啊，连接人的一种能量。人是什么？人是星星下面照耀着，无论你睡了，晚上白天都是星辰照耀着你。这些星辰反映到你身上，懂吗？28星宿反映你身上，就是这个酉啊，28星宿就照着你身上了。啊，你摆那里就把天上的一个这个图案就反射到你的坛这里了，
就照到人身上了。那么六加六顶啊，它是地，它是阴性能量的兵马，就在坛上，我们把它符咒啊啊写下来，请的时候呢，请六加六顶啊，念念他的名字，多念念他的名字，知道吗？啊，念念名字就可以，不一定说我要念什么咒啊，有请他们多磕几个头，知道吗？请他们。然后呢，健将，然后开始健将啊。那么大家知道这个健将叫太初，是不是啊？太初健将啊，把他的符画下来，念咒，念表文，念咒啊，这个不要表文，念咒，然后他的符啊，在这里化掉他，烧掉他啊，烧掉他，多磕几个头啊。你让他干什么？就是说多磕几个头，这干是啥？是鸡吗？愿是鸡啊！我发给你们的啊啊，念是鸡这个啊，多念几遍啊啊，叫他干什么？多念几遍啊，就来给他什么催桃花。基本上就是这个过程啊，基本上就是这个过程。过程和罗印又不一样，懂吗？这是实际上这是做法，这是做法啊，三十字法术做法。走印呢是另一种，走印它是另一种能量啊，走印呢不用这些，是不是？所以说呢，你给这个客户做的时候，你要有选择性。给他走印了，走印不可能每个人都可以进去，知道吗？做这个还方便一点，多烧点元宝，黄金万两。元宝现在基本上不烧了，因为它烟太大，可以烧点黄金万两。这大家做了一定要小心，要神秘一点啊，一定要神秘一点，要保密一点。你不要让那么多人去看，有人把你拍下来，那么这就叫证据。所以说呢，不叫人拿手机拍你，知道吗？你也不要发朋友圈，朋友圈里面你看着你发的什么那么多了，有时会砸到你身上。这些我说的大家注意一点啊，注意我说的这些大家注意一点啊。你要做的实际上催财催神嘛，都是这样做的，三十合一做，你做做你就有感觉了，懂吗？做做又有感觉了。像我们面授班的都知道我们请神是怎样请，是不是？这些呢你可以省，可以简单，可以复杂。他这个他没有说什么是标准，是没有的，懂吗？所以说我们说神助大于一切，相信亲们，相信自己，获得神助风生水起，可繁可简，只在你的用心去做。那么呢，我们可以这个三十呢，可以合一而做，可以分开。我一合一，你们又找不到头绪了，是不是啊？我们说嘛，可以合一，可以分开。大家如果分开熟练了，我就分开给大家讲，都是一样的，真的都是一样啊。就是说把它合起来了，它又合起来一个像，把它分开又分开的一个像，确实是这样。今天呢我们多讲几个案例啊，多把那个分享预测了，再给大家讲多讲几个案例啊。我们还有一部分这个法小的法术呢没给大家讲，到最后都给大家讲一下啊。今天的课就到这里。